一提到百里守约，相信很多玩家会感到一阵头疼。这个英雄上线后一直备受争议，大部分玩家都不喜欢他的存在。为什么守约会受到那么多玩家排斥？这个英雄设计真的很失败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本期视频来跟大家聊聊。首先，一个英雄的设计是否成功，单从主观上很难客观评价，每个人玩的位置都不一样，对守约的态度也不同，所以很难判定其设计是成功或是失败。但百里守约几乎是所有人公认的最不稳定的英雄，这么说并不夸张。百里守约这个英雄能打出多少输出，能否打中目标，全是未知数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这种不确定性更增加了玩家对守约的担忧。作为队友，在不确定他实力的前提下，怎么能放心把团战命运交给他？策划想要打造一个依靠技能压制的炮台型射手，所以赋予了他很远的射程，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常常是玩守约的人倒是玩嗨了，但其他九个人一点都不爽。作为队友不能保证打出稳定的输出，容易和队友脱节，作为对手又难以有效针对，反而还被消耗得十分恶心。除了守约玩家本人会感到很爽，其余人的体验真的不会太好。至于这个英雄设计是否失败，就留给大家自行评判吧。但说实话，守约受到排斥是必然且合理的。